晚上好呀。晚上好。找个灯，找个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穿的衣服嘛，穿的衣服好看吧？是在我妹上班的地方买的，我觉得很好看，从过年的时候就买的了，一直没有机会穿，然后就刚好今天一起就穿了，放个音乐，好吧？我的电脑开机居然是这个声音吗？谢谢叽里咕噜哇哇嘟嘟嘟送的秋天的奶茶，谢谢你。什么误会了？没有，我一说那些话我会有点那个，就是有点觉得难过。谢谢杨青青阳，谢谢南竹晚出，真的就是有那种妈妈很欣慰的那种感觉。我充一下电，我的 pad 没电了。对啊，我一会儿还要激情理图呢，因为大家都，但是有一些没有拍图，是因为他们拜托我帮他们拍直拍，有的我一边拍直拍一边拍图的，羡慕，我羡慕我室友，就是有人拜托他拍直拍，然后送一杯奶茶的，真好，希望以后要是能让我帮忙拍照的，也能给我一杯奶茶就好了，我的要求不多。一杯奶茶或者是一个甜筒就可以了。没有销售，我都是用爱发电的。口袋里的奶茶，笑死！谢谢修火锅送的奶茶，口袋里的奶茶也不是不行，他们也没办法送我口袋的奶茶呀。谢谢安心睡的酒，谢谢袁小文，谢谢智慧星，谢谢小火锅，谢谢大头大脸喵。哦，每次看到他们这种都好那个，就是第一轮进第二轮，我真的觉得每次看到这种就是有晋级类的或者是怎么样的都会很紧张很紧张，替他们感觉到紧张。我咋满脸的紧张？因为我很紧张，我觉得我设身处地，我代入一下自己，我觉得很紧张。等一下我给你们放个音乐啊，开个电脑先。啊，我的粉饼呢？哦，拿出来了。然后就一整场呆呆的，没有呆呆的，我在认真的听讲，我在认真的听大家说话，我没有就差被拍到扣手，我一直在扣手。其实，这怎么东西一直跑出来？我的桌面怎么变成这样？等一下，给你们放音乐先。就是觉得很紧张。哎呀，原来是没有网了，等一下啊。哭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第一轮评论完，我整个脸都要，
熟了，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种煮熟的感觉。真的，真的，真的。我就跟袁一奇说，我说我觉得我的熟了，真的，绝了。哎呀，我们房间的网怎么差？为什么我的紧张给你减少了一半的工作量呀？为什么？啊，我没有网啊，好奇怪哦。哦，修图。没有啊，因为而且人家点评的时候你要很认真的在听嘛。我认真的时候你们又觉得我在发呆，我怎么可能在别人讲话的时候搁那儿嬉皮笑脸呢？这也不太对吧，是不是？你就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吧。呆呆的是因为我没有戴美瞳，也没有画睫毛，可能就看起来比较呆。我可能因为我今天画了一个呆妆，画了个呆妆。嗯，哦，还有一点，我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呆了，因为我手机放在那个相机那个底下看弹幕呢，我就在那儿看弹幕。有看到夸我可爱、夸我帅的，然后我就内心暗爽，哈哈。我看到有说什么那种快看屏幕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转过去对屏幕笑一下，我都看着呢，谢谢。还喝可乐的六六啊，对，真的呀，对，谢谢安心睡大觉。我在看，我就是认真看一件事儿的时候可能会觉得真的是呆的。谢谢 S2 的队长，谢谢猫刺猬乌龟。不行，我不能在直播的时候理图，我可以明天发给他们，明天早上起床给他们发，或者我待会直播结束了再去发。我先要认真的跟你们说话，我要认真的跟你们说话。好了，把电脑关上，不能一心二用。谢谢萨摩耶，不辛苦了。谢谢爱喝可乐的六六，谢谢西瓜大将军。而且待会儿还约了小高拍那个土味挑战，因为我想说刚好两个人都化妆了，我不想麻烦人家专门拍个视频化个妆，然后就说一会儿结束了我们可以一起拍一个那个土味的那个挑战。谢谢王轩。土味有多土，但是说实话我今天看了投稿真的觉得没有特别土味。挺晚了，都十一点了，还好。你要永远要相信我们这里面的时间点。我录那个还是挺快的，我把素材缩减一点，录个半个小时。我现在都有想那个了，就是尽量录少一点点，因为感觉肯定要把时长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你们看的时候，因为觉得也不能看太久，看太久的人都傻了。最近睡得还挺好的，我不会录太晚的。明天是一号，明天应该不用早起吧。明天就晚上排练，排个助演。就是排前几天拍的那个助演。然后又因为一些变动所以就改掉了，所以就重新要拍一下，然后就明天拍。其实我第一轮准备的是跳舞，先跟你们说一下吧。我第一轮准备是跳舞，第二轮准备是唱歌，这样。然后我本来想请助演的，但又
本来，但是其实我其实第二首更想找助演，但是又怕找了助演没演上又有点尴尬，所以就先还在纠结吧，先暂定是都是大概是一个人。反过来，没有反过来啊。跳舞应该是 solo。因为毕竟这是 solo 舞台嘛，我就想着，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表演单人的，或者是怎么样的机会也非常非常少，除了拉票呀，或者是除了生日公演，像现在上海这边又没有生日公演，所以就觉得这样的机会就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可能还是跳一个 solo 吧。因为毕竟就是这样子的机会很少。对。但就是其实说实话，要是 solo 的话，就会相对于其他的就会更暴露缺点。虽然说有的时候 solo 确实会展示你更多的优点，但同时其实都是有利有弊的嘛，对不对？跟领带是套装一套的。哎呀，而且我这个衣服一次没穿过，我这个扣子还掉了，你看。大家都夸我今天这个衣服好看，大家来猜一猜主播身上这一个衣服的价钱是多少钱啊。这个真的是质量也非常的不错，也一点不皱啊。这个衣服好像是多少钱来着？因为我是买的是员工价，所以我只要半价买的，大概40-50吧。很便宜的，对。而且它这个包括领带哦，包括这个领带，好便宜。因为我妹在那儿上班，所以她买东西就是员工价半价。然后就给你们看一下，嘻嘻，支棱起来。因为我觉得很便宜，我就买了。我告诉你们店铺，这个店铺的名字有点怪异，所以不告诉你们这个店铺。对啊，我要是说出来，你们又觉得哎呀，真怪，太怪了，有多怪？有多怪呢？这个衣服的店铺叫做，我没有带货的意思哦，纯属分享。好奇吗？好奇是不是？叫拉拉酱。是。还好了，那就有一点点怪了，有一点点也不怪了，就是怪的人想的就会怪，不怪不怪，合理合理。但衣服确实蛮好看的嘛，确实。谢谢夸奖。啊，好紧张。
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别人都这种演出，我都会觉得很像。而且，我觉得，就是我都跟你们说了，我是个非常非常非常，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们肯定有同感，就是上课的时候，比如说上声乐课，然后老师让你站起来唱歌，或者是舞蹈课，老师让你一个人站出来表演给全班同学看的那种恐惧啊。Oh my god， 就是这种感觉。因为就像我妈也会跟我说，哎呀，什么你以前不是个挺害羞的人吗？你为什么就是站在舞台上不会紧张啊？其实说实话，站在舞台上就是底下是粉丝的时候或者是其他人的时候，我就不会那么紧张。但是底下如果是老师，是同事，是朝夕相处的人，我反而觉得很紧张，就很像就是家族，就是过年回家让你出来表演节目的那种感觉。谢谢 Max。 就是熟人更紧张，而且对，我就是怕尬，好尬呀，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我又想到那一天，就是说又是第一个表演的，但其实也还好，要是第一个表演的话就没那么紧张了，对不对？表演完就结束了，反而要是挺多个的话，在那儿等着越等越紧张。嗯，对，谢谢安心睡大觉。我已经感受到那种当着大家的面在那儿跳舞的感觉了，所以我还是，我那天不是本来想着穿高跟鞋嘛，后来想着真的不要，要是我穿高跟鞋再这么绊一跤，那就是大出丑了，那我还算了，我已经放弃好身材了，不需要了。嗯，比起好身材，我更需要的是一个正常人的站立能力。真的吗？真的吗？嗯，就是怕嘛，担心嘛，人总是要有些些担心的。而且底下一个个都是站着，一个个坐着的威神。虽然我不知道我们那场威神是谁。谢谢刺猬。应该是看不到了，应该是看不到了。这辈子也非常的短，我觉得我应该穿不了高跟鞋自由翱翔。可能是高跟鞋获得了自由。我想要 pad， 你的，因为我的没电了。一会儿吧。为什么难过了？没关系，反正我说 MC 的时候，我一定要每每穿个高跟鞋站在那儿说。没事，我闭嘴。不会矮是吗？不是，看起来比例稍微好一点，因为我特地看了一下，我们那组的表演应该感觉挺多女人的，真的，我那天看了一下，感觉挺多女人的，不要在一群女人中出类拔萃，那就要当一个男人。谢谢王轩。眉毛边缘是不是有一种可能吧？那你们一猜肯定也知道，我肯定不是跳男人的舞，男人的舞怎么会穿高跟鞋呢？就是因为这双高跟鞋害我要换成一个男人舞。
想过。而且我本来第二首要表演的东西里面想找人借的一个道具，那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道具，那个灵魂一样的道具居然不见了，就是被丢了，所以我现在又要在想该怎么办。那个 DIY 不了，也没有平替。这个你看，你没有认真看，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我就说了，这个衣服掉了个扣子。叔叔，什么叫会分吗？会分吗是什么意思？会缝，当然会缝啊，当然会缝。以前小时候在家里还要跟妈妈一起缝那个鞋呢。真的吗？我也觉得很好看，是个 A， 看到没有？素个 A， 而且这个颜色也挺好看的。那你们有穿过那种鞋子吗？就是毛线织的鞋子，然后可以在上面勾那个形状花图案的那种。以前小时候都在家里跟妈妈奶奶一起勾那种，就是那种鞋子。缝的话肯定也缝过，以前小时候不是缝那个，你们肯定没有，哎，也应该也是有人缝过。你们缝过那种吗？就是五毛钱一个人字拖，就是在家里做那种东西卖的，一个人字拖，然后在上面缝那个小珠珠，缝一双是五毛钱，好像不是五毛，五块钱，也不可能五块钱，反正很少，其实五块钱吗？也没有五块钱，感觉最多一块，没见过吗？就是一个人字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字拖，然后有厂家设计好的那种图案，然后你把它缝上去，然后你就可以在家里打工了。就是你在家里，比如说你这一天你能缝个100个，你就能赚100块钱，这样子。但我真的记得才五毛钱，反正非常非常少。嗯，对，我也记得很少，反正缝超级无敌多。才能赚几块钱。你前两天就是那个适合在家里的时候可以赚一些钱。嗯，我就不记得了嘛，那就是五毛。那我第一印象说的五毛还是对的吗？对，太难了，太难了。嗯，上海游不出来，确实是这样子的。上海因为进不来嘛，货没有快递。疫情真的，你视频导出来了吗？都在那个手机里了。不用传没关系，我等他们要叫就好。好像也就几个。嗯，你说五月底能解封吗？大家其实好多人都说五月初就能解封，但感觉现在还是遥遥无期。谢谢陆正飞。真的吗？五月底的话，是不是说不定就能了？对呀，好久好久呀。
对，我也想的是这样。现在各方面的消息都各种各样的，真的有种放了一个大暑假的感觉。化妆品还是有一些的，不会用的那么快。对，太难了。卸妆水续上了吗？还没呢，还没呢。我之前京东买的到现在都还在物流中，但我买的其他的东西到了一些。因为之前不是拼单说要那个买那个山姆，那时候嘛还小小的侥幸，还想说想买一下，结果没有，结果那个不是取消了吗？17号买的京东，对呀、啊，就是很难，好多都什么什么预计，但是一直都没有。跑腿肯定跑不了呀，现在怎么会跑腿呢？因为我们不能点外卖呀、啊。省着点儿啦，确实该省着点儿啦。羡慕，居然可以点外卖了，好好呀，好羡慕可以点外卖的人。谢谢，我是你爹。就你看这个人，太损了，确实。没有念反啊，没有念反。我也想吃肉毒鸡。对吧，是不是我就是你爹，是不是？你看人家都没说念反。梦中情蝶。对，叫我一声爸爸，我感应的。敢问就敢答，麦当当。其实我室友把所有吃的基本90%都团了。我每次看接龙里面一个东西，有的时候看到他团了，我就假装就开始视而不见，然后等他到了之后再简单蹭掉。假装看不见，对啊，就假装啊。过几天到了就啊，原来这个有团这个呀，我都没发现，没仔细看，原来你都买了呀。小叔说给他拍了照，要请我吃冰淇淋的，这个我可记得。对，然后我室友接了一单是可以喝奶茶的，我真的羡慕了。你啥时候给他传呀？我现在给他传，
奶茶还没到。哎呀，奶茶怎么还不到呀？大神秘谋，什么口味的冰淇淋都可以。冰淇淋，腿一手穿。对，我想简单再蹭一口奶茶，但发现他们还没到。昨天团的今天都还没到，天哪！谢谢西瓜大将军，谢谢天草送的奶茶，嗯，奶茶，谢谢美女懒得起名送的奶茶，谢谢 MX Max 送奶茶，谢谢哈哈，谢谢我是你爹，谢谢 S O N N E N L I C H T。谢谢王轩，谢谢大家请我喝奶茶。谢谢小刺猬。嗯，你说但凡这能让我尝一滴就好了。对，熏我喝到了，谢谢大家的奶茶。直播，我要是有奶茶的话，我就可以直播喝奶茶。嗯，一滴确实不够，炫你嘴里。我那时候还去小卖部，还有最后买了还剩下两包冲的奶茶。应该还有一包还是两包？我的京东快递到了，有奶茶啊！奶茶，你买了什么奶茶呀？那个是能冲的，很健康。好，它是那种牛乳茶。我的上巴和下巴。跟你说更好笑，就我不是觉得奶茶很贵嘛，就没有团。然后昨天我室友回来的时候就问我，他说：“哎，群里发的那个奶茶你看到了吗？你怎么？”然后他说：“你团了吗？”然后我就说：“我没团。”我说：“啊，居然有奶茶呀！”然后我心想的是，他不是每个都团吗？他应该也会点奶茶，而且奶茶是一份就是。起团的，我就想他可能会团，然后他就说啊，难道你不想？然后我就吸取了这个教训，不能再劝别人不团东西这个点了。然后后来那天晚上，大家说要团西瓜，一颗西瓜，对，一颗西瓜，然后那颗一颗西瓜几十块钱，虽然我真的觉得很贵很贵，我在想一颗西瓜居然这么贵，但是呢我又不好意思说出口，因为我想着我要是说出口我就没有西瓜吃了。我说哎呀确实啊，可是好久没吃西瓜了，好像真的很贵现在西瓜。对啊，这么贵吗？600块钱。然后那天看那个团那个瓜子一包40块钱，哇，这是什么瓜子？但是瓜子真的就没买，因为这太贵了吧。我觉得我都有耐心买一个葵花籽，给它种到它可以磕为止，平时磕点糖就行，想磕还不简单，简单磕点。对，因为我其实平时不吃瓜子的，一直不吃瓜子，然后过年回家看到家长在嗑瓜子，又觉得啊为什么感觉很费牙，看着很麻烦一件事儿，
但是呢就是在疫情期间开始嗑瓜子看剧之后，我就觉得哇完全停不下来，就一直想嗑。谢谢安心。对，嗑就有嗑瓜子有点那种吃薯条那味儿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对吧，女一，因为你有的时候其实你也不饿，对不对？你也不饿，也不想说吃那种很煮的食，然后但是你一看剧呢，我直播间声音很大吗？你是第一个说我直播间声音大的人，是吗？可能是今晚收音说的比较好，然后我就觉得看剧的时候一定得吃点东西。那就麻烦你把声音关小一点了，咱是可以调的嘛，对不对？如果觉得大了就把它调小点。但是奶茶晚上喝了会睡不着。我买的维维豆奶也到了，呸，我买的维什么豆奶也到了，买了两大袋豆奶。因为我比起豆浆我更喜欢喝豆奶，而且你们小时候有炫过豆奶吗？就是整包往嘴里炫。对呀，小时候贼喜欢干吃。有人炫过吗？炫过豆奶的举手。怎么会有一天炫三包的呀？干吃是什么味道？干吃很有味道的，真的。而且你会瞬，你放在嘴巴里瞬间你感觉你的口水干了，那个口感非常的好，很香，但是会被你家长骂就是了。对啊，很地道，就是妈卷的，确实最恨粘在上颚上。我跟你们说，我以前还吃过干燥剂，绝了。因为以前我忘了是买旺旺什么东西还是什么东西，就是不是啊，那是个意外你知道吧，就是咬一个饼干还是什么的，然后它后面其实塞了一个干燥剂的那个粉，我不知道，然后我就一咬下去，然后那个干燥剂就爆开了，那一瞬间我的舌头麻了，没救一样，就只是咬到这我没吞下去，然后我变得我的舌头麻了，然后我就疯狂漱口，因为没有吞下去，因为舌头一半啊，因为它那个干燥剂是不是吸水我也不知道，反正就一下子舌头是麻了，没有知觉了，都就是干到那种就那种感觉，然后就疯狂的用水喝一点。所以大家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有没有咬到不该咬的东西。刚刚没有偷偷选奶茶。我也没有乱拆包装啊，我是很正常的撕开它。幼年的我承受太多，还行，还可以，没有承受太多。对呀，我以前幼年的时候干过可多疯狂的事儿了，你们肯定没干过。我吞过口香，吞过。谢谢 YM1215 送的夜碟，谢谢你。我以前
不是炸厕所，以前是拿那个牛粪，因为我记得以前邻居家有个人特别讨厌，我就很讨厌很讨厌他，然后我就跟我哥哥一起拿了一个竹竿子挑了点牛粪涂在了他家的窗户上。因为我很讨厌，我又想不到什么东西可以报复他。确实，当然不是用手涂，你以为我是你吗？我当然是用竹竿子涂的。以前干过的坏事可多了，小时候，小朋友的时候。人之初性本恶。对，我还把三轮车开到沟里去，但是是那种不是沟里，就是臭水沟，是冰冻的臭水沟，你知道冬天的时候臭水沟冻起来了，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一个臭水沟，就以为是个冰冻的。然后我以前开三轮车可溜了，以前小时候一年级的时候吧，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会开三轮车去那个远一点的地方接我妈妈，她就坐我后面，然后就喜欢开那个小小的三轮，就像向往的生活里面的那种三轮车。然后冬天的时候又很喜欢玩，然后就跟表弟表妹载他们去玩，然后有一次就是说把表弟就载到了那个沟里去，真的很臭很臭。我待会儿想简单唱两首歌。嘿，表弟好倒霉，真的，表弟不仅倒霉，而且他掉进去的时候那个因为我以我的能力他站不起来，所以还是村子的人来拉的呢。对，耳返戴上，表哥抱表弟，原来是这个时候出来的。今天因为如果我再不唱几首歌的话，我可能就是说体现有点困难，所以我要唱几首歌。就是想唱了，没有其他因素，就是想唱了，突然想到这一场。因为今天30号了，我要是再不唱的话，我这个月可能就真的有点悬。开了吗？对，得凑凑，明天就5月了，所以我在12点前先赶紧凑一下。20分钟能唱几首呢？没关系。我们就慢慢来，慢慢来，不要为了这种虚拟的东西来让自己的脚步变快。听得到声音吗？喂，怎么听不到？听不见了，我的耳朵。哈哈，哦，怎么听不见了？哎呦，这样可以。哦，谢谢卓胖子，谢谢秀火锅的夜点，谢谢卓胖子的气球小熊，谢谢北齐的腰上的奶茶。什么叫6年神奇啊？谢谢水调歌头利物浦，谢谢袁小丸。真的吗？谢谢小火锅。没事，大家不要给我刷礼物，现在我要唱歌，大家把这些刷礼物留在我 solo 那天吧，省点好吗？
退给你，退给你，笑死！我把那个上次之前点的唱掉一点嘛。不是，我是怕你们就这样送几个，到时候就没有气球了。谢谢卓胖子送的一个气球小熊。对，我就怕，因为我说实话，我真的，哎，就是真的很害怕这种东西，就是，很怕大家有压力，但是又不能不有压力。好，唱歌了，点一首《勇气》。嗯，为什么找不到？这勇气为什么不能唱啦？哎，好奇怪啊！哎，就一个字，为什么那时候勇气不能唱呢？我点进来，没有过期吧？感觉应该也不会过期啊。爱就一个字，其他的不会唱。可是我这首还勉强有一点会。不会唱，好想好想爱你。我要开个原唱又不会唱，我会唱副歌。说的自己很牛一样，只会唱副歌，还搁这炫呢。
明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烟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现在呢，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是我一生在乎的事。我这首歌大概在我童年的时候听过。谢谢 SONNEN， 我就只会唱副歌。谢谢全国第四美点的爱就一个字。看宝莲灯的时候我好像不记得了，好像是那个年代感觉街上很多放这种歌的人，是不是？这个就是不能唱。爱就见人心来了，有可能。这首歌很高，我记得。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不远不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别人只一句话就刺痛心里每一根神经。你的孤单是座城堡，让人敬仰却处处防御。你的温柔那么缓慢，小心翼翼，脆弱又安静。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真的来临，因为太珍惜所以才犹豫，忘了先把彼此抱紧。我不是流言，不能猜测你疯狂的游戏需要谁准许，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介意，我爱不爱你日久见人心，算一寸光阴换一个世纪，摘一片苦心酿一滴蜂蜜，用尽了全力只为在一起。我爱不爱你爱久见人心。这首歌好听，歌词也好听。哒哒哒，好无力是吗？有可能等来的是好结局呢，是不是？你的孤单是座城堡，让人敬仰却处处防御。你的温柔那么缓慢，小心翼翼，脆弱又安静。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真的来临，因为太珍
惜，所以才犹豫。换我先把彼此抱紧，我不是流言，不能猜测你疯狂的游戏需要谁准许。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介意，我爱不爱你日久见人心，存一寸光阴换一个世纪，摘一片苦心念里的风你，用尽了全力只为在一起。我爱不爱你爱就见人心，换一个世纪，摘一片苦心念里的风你，用尽了全力只为在一起。我爱不爱你爱就见人心。我好喜欢，以前还喜欢那个，那首歌叫什么来着，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那首歌。谢谢秀火锅点的爱久见人心，谢谢。哦，郑宇，哦，我好像知道那首歌，怎么唱来着？你是未完待续弹指者的命，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不要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哇哦，有些其实之前点的歌我都没有唱，是因为我是不会唱，然后又怕点了浪费了，因为我不会唱，所以我可能有的时候会点后面唱的歌的人的。没擅长唱的。Oh, yeah.
解开。一群占便宜的人。谢谢 YM 幺二幺五点的遇见，我喜欢。你们喜欢遇到吗？遇到也特别好听，不管是遇到还是遇见，这种都好好听。什么鼓？对吧？好多喜欢的歌。有一首《如果》的诗人。这是什么？哇哦！豆奶粉耶！我是一个人。我想过一件不是不是坏的事，一直对自己坚持爱情的意思。我要远一点会爆麦。像风没有理由轻轻吹着走，谁爱谁没有所谓的对与错，不管时间说着我们在一起。妈妈有多坎坷，我不敢去真实爱你两个字，不是对自己矜持，也不是讽刺，别人都在说我其实很无知，这样的感情被认定很放肆。我很不服，我还在想着那件事。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如果你因为我而真实，你们唱接唱。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如果你说我们有彼此，如果的事。对，我就是学那个绕口令姐姐的。门口倒掉倒掉掉着。我不敢去真实爱你两个字，不是对自己矜持，也不是讽刺，别人都在说我其实很无知，这样的感情被认定很放肆。我很不服，我还在想着那件事。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如果你因为我而真实，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如果你说我们有彼此，如果你看我爱的电影，听我爱的 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如果你会开始这段恋爱心情，我只要你一件如果的事的去爱你。哇，五月快乐。对，好呀，那我下次录一个这个，最好是有人合唱，不要让我看到那个接唱榜单里面就那么一个人。谢谢谢谢要盘尼西林吗点的如果的事。五一快乐，五一快乐，祝大家五一快乐。
不行，你们是不是该不是又是要找一个把我比下去的机会吧？这个列表里面唯一一首我会唱的，嗯，上好的青春，这个吧，虽然我不会唱。哇，五月天，我待会儿要唱。我开了个原唱。你是 mini live 唱的？歌好好听啊，因为我觉得他的音色很特别，然后声线也很好听。感觉他们每天都在排练，好辛苦。没有，因为手机快没电了，刚刚。因为我插着这个声卡就充不了电，一会儿就那个了。路程再多遥远，不要不回来。七月快点来。希望七月快点把你运过来。千万幸福的路有多少阻碍，就算给你的爱石沉大海，青春飞逝就在找不回来。本来要不是这个疫情的话，还能回广州，就还能见到，对吧？现在这个破疫情，对，被偷走的时间
谢谢紫书点的上好的青春。对吧，就真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好想去但是又去不了。嗯，希望五月中旬能够解封，说不定就能去了，是不是？嗯，快速的再唱两首就走喽。五月天，对呀。我记得我们当初还一起唱过这首歌。每次跟闹仔一起唱 SHE 的歌的时候，我好像我都是谁，我都是 Selina。 海岸的岸边，我们肩并着肩，洁净的蓝天，清澈的水面，完成一条海岸线。北哥来了真的好有回忆啊。旋律是一面，唱出一首五月天，五月的天，我们之间，紧握的手里面，有好多明天。五月的天，千帆蜿蜒，蜿蜒。我们一天一天，好高，妈妈。这首歌好。闹闹每次唱的都是，哎，美美田馥甄，小高兰，我最后再唱两首就结束了。高，彩虹的旁边，迫不及待再眨眼，海风味道变香甜。好，羡慕了，哇，明天首演。打个广告，明天首演，大家快去看啊、哦！今天首演，记得看。对，就是今天了。那你今天要好好休息，不要太晚睡觉。加油，加油！哦，天哪，感觉大家都已经排了一套又一套新的公演了，我感觉真的好久了，这段时间过的，加油！你最好是。真的假的？现在还有 F 组了。五月的天，突然想到我是在唱歌。紧握的手里面，有好多明天。真的假的？你不信？但是要看的话要付钱，我是不是要付钱呀？好像首演要付钱。嗯，好酷！哎呀，那我等录播吧。你可以跟我开视频嘛，然后拍你们那边的屏幕给我看。笑死！简单蹭点儿。谢谢卓胖子点的五月天。哦，哇哦，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真的假的？
我怎么没那么信呢？真的？好，那我明天就去你的超话里面看 cut。明天看，是哦，好像确实。我们看的话还不能直播给你们看呢。我点一首安心点的这首歌当 BGM， 我知道你这首歌一定是用来当 BGM 的。他点了一首奥特曼的歌，你觉得我会唱吗？谢谢你，非常励志。在这首歌中结束我们今天的晚上直播。啊，居然要连麦，他居然找我连麦，可是我在唱奥特曼呀，怎么办？陈雨姿，可是不能同时。不能连。要等到一分钟之后才能结束。等一下啊。这个奥特曼一分，哎呀，笑死！怎么挂了？他找我干啥呀？我快没电了，主要是因为……哎，为什么我这儿不行了？嗨，卡了。对不起，安心。卡了吗？是他那儿看得到我，我看不到他吗？我只剩8%的电了。不是充话，是充电的地方接着这个头呢，充不了电。你相信光吗？安心，对，要是不行的话就下次吧。不行啊，不知道他看不看得到我。我看得到我的话看不到啊？看得到吗？好了，你看得到我吗？看得到，看得到。你听得到我吗？听得到。啊，好，终于连上了。为什么他两次连我就不行？我前面连的不知道为什么不行。你刚才看是能看到我的吗？对，我看到。你能看到我？嗯。啊。好奇怪，我感觉是个 bug， 但是我可能只能连一会儿了，因为我手机只剩下8%的电了，然后又插着。我最近都没见到你。插着声卡，所以就充不了电。嗯，我最近都没见到你。真的吗？没有，前几天还见到了。谁说的？在舞蹈房舞蹈室外匆忙的一眼。确实都在房间里待着，最近没在走廊上晃悠。确实最近不住走廊了，感觉好久没在走廊。刚刚见到是感觉一两个礼拜以来的第一次，最久的一次。你在干嘛呀？你在给他们唱歌吗？我刚刚在唱奥特曼之歌。什么？奥特曼之歌。那个就是有一些人的有一句姐姐，或许
或是什么什么，或是几个月了。哦，你是你的职态还想要吗？是躺了吗？我这辈子能不能听到啊？我说你的职态是不想要了，是不是？我要活几年能听到？我活到八十岁能不能听到？他听得到我说话吗？真的，我后面还录了一个。我听得到。我说你这是你是直拍不想要了是吗？哎，这是两码事。一码事。一码事。那等你给完我直拍我再来跟你聊。是感觉是有延时。我不管。我活到八十岁的动力就是为了听刘芊芊和姐姐。可以哦，那你不要少一天别少啊。好。嗯，八十岁那前提我也得活到那时候。你跟我差不多几年了。还是挺多年的。天哪。你办公室有个镜子吗？天哪。想到一张老脸说出那些字。也真是厉害。你俩是不是有延迟啊？是的。我后面有个镜子，我就不是说跟你房间那一样的吗？在四八是到八十。不会的，我那一天我会单独去找他的，没有四八的事儿。没有四八的事儿。我说这个镜子不就跟你房间一样的吗？我觉得我们俩之间好像有很大的延迟。确实，完全对不上话。那你这就给他们唱吧。我要下了，因为我没电了。嗯，好，那你下吧。嗯、拜拜。拜拜。因为我没有电了，属于是。拜拜拜拜，五月快乐，晚安，拜拜，嗯。